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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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水，要做成香水，我们就要有香水油和香水溶液。在这个香水油里，我们会用几种不一样的香精油融合在一起，然后调成一个我们要的味道。最后再拿这个香水油和香水溶液融合在一起，就会成为了香水。平常日常生活中我们用的香水，现在我想做一个中年女人的香水，基调、中调、前调。好，在这个中年女人香水油里，我会用焦糖的香精油作为基调。在中调，我会用茉莉花的香精油和夜来香的香精油作为这个中调。在前调，我会用依兰依兰的香精油和梨的香精油作为这个前调。在基调用焦糖，就会有一种比较中年的味道。在中调用茉莉花还有夜来香，这两个味道是一个花的味道，比较适合女性。把依兰依兰放在前调，依兰依兰是花，比较适合女性。然后把梨放在前调，是要综合整个的味道，梨是果带一点甜，用来综合整个的味道，不会太过老，所以就适合中年女人。完成了这香水油之后，我就会把这香水油和香水溶液融合在一起，最后我就有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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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年女人香水。把品牌放下去，然后把香水名字放下去，最后就完成了一个香水。